我是罗江上帝教给的恩典，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讲好怎么照顾自己。第一哈，我们不要出去呀，因为这个COVID-19是在这里。第二，我们就是哈要离远，就好像妈妈是在这里，等我在这里，就这样子呀。如果小朋友们不能出去，就可以当成这里的家哈，是一个咖啡店，或者是我好像弄一个咖啡的店。在外面的时候需要戴口罩，不要出去太远了。而且如果你要骑小车的时候，可以在楼下来去骑小车。如果哈你要出去没有地方来洗手哈，你就可以用大豆来洗。大豆是很好的，它是消毒的。还要吃好的食物，就好像水果，不能给小朋友们太多辣椒，不然他们会很辣。就好像我在成都的洋洋哈，他很好笑哎，他可以吃辣哎，我也是可以吃泡菜。可是不是很多啦。要煮鸡蛋的时候哈，鸡蛋就要打，拿一个鸡蛋来拔起来，就会看到那个。等把它搅起来哦，等再放进去这个锅里面，等再煮一下子，等它就好了，就可以吃。妈妈养我这么大嘞，以前哈我这么小，好像一个 baby， 让我给。baby 的时候哈，我是这么小，我妈妈哈养到我这样子大嘞，我就5岁了嘞。养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养你？要给他吃、睡、吃、睡，哇！而且要教他怎么洗手，而且要给他看动画片，而且要给他来学怎么，做一个身体洗软的人，而且。跟他讲什么讲话，而且哈养到这样子大就可以讲话了啦。幸亏这哈只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才是最大的照顾自己。拜拜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的时候就给我请给我一个赞。拜拜，谢谢你。